王鹤棣日常穿搭运动系酷干没错了，路透中灰色羽绒马甲搭配破洞牛仔裤都能穿出潮男气息，尤其身上背的特步限定斜挎包瞬间少年感拉满，弟弟的羊羔毛也是非常钟爱，满头小卡子搭配撞色羊羔绒外套可爱又减龄，然而换上黑色纹理羊羔绒外套搭配黑色冷帽秒变霸总上线，今天最新的粉色连帽卫衣绝对是秋冬必备，又奶又乖，简约的运动款搭配银色链条项链是行走的时尚 icon 弟弟没错了，工作室发的花絮里穿着篮球背心打球的弟弟不就是妥妥的热血运动系男友吗？弟弟真的好爱科布啊，每套衣服都能在弟弟身上放大优点，适配度真的太绝了，感谢弟弟让我狠狠 get 到运动系男孩的快乐。